Hello， 各位，我突然间想到我们今天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回归正经。今天是我们这位郑小姐的生日，那为什么那么隆重的音乐？多棒！好，郑小姐，看一下镜头哈，非常漂亮，正妹美女。我是鱼饲料代表，我跟你讲，我推荐鱼饲料，来中正纪念堂这边买鱼饲料，谢谢。走了，超会有吃，超级智障，谢谢。我们在丢上面。我妈给小鱼吃啊，小鱼都没有吃，好重哦！你叫我哎、欸，抱歉。比利卡皮皮啦啦，贝贝那个贝的魔幻舞台，为什么逃不出去啊？因为你要把它上面都撕掉、欸欸。他们真的要搁浅了啦！我想让它搁浅。鸟坏哦！好漂亮，光疗指甲，光疗指甲。好了、啊，我们去屈臣氏光疗指甲。好美啊！对啊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五颜六色，里面都粉粉的，都鱼饲料。我开始洗手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洗。帮我光疗指甲。光疗指甲洗。光疗指甲。光。你光疗指甲掉了。我们把光疗指甲拿去丢掉。我们要带着它最后一秒。你看，真的是光疗指甲吧？光疗指甲。光疗一开管，你拿这个开一开管，我看你怎么开。哎、欸，我要当那个，有一个这群人里面，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哦，猪猪姐，我要当猪猪姐姐，猪猪姐把东西丢掉。来、啊，我们要把光疗指甲卸掉。来了、啊，我们一直慢慢的丢掉吧。啊，卸掉我的手都那么多粉，拜拜了，爱你光疗指甲，还能咬。你看，拍一层橘色，橘色一。你再看一次 Queen 卡，大姐。哎，这已经挡到他太跳了。怎么了？我们一人一。好的，这位在喝冰镇。Hello，Hello， 我们这位剪辑师，他是非常身材非常高挑，然后短头发。OK， 对，他去当白雪公主二代。黑白雪，黑雪公主。他旁边那一位呢，是我们的非常美丽，准备即将上国中的姐姐，明天生日。对，明天生日，她真的非常漂亮，很会配衣服，那个是就是那种贵族的高贵学校的姐姐，小花型，对，非常漂亮。好像有鱼饲料的味道在我嘴巴里面。各位，我们又到了真香了。光疗指甲，这个比较假一点，就是用手的感觉。OK， 我们直接把它讲。光疗指甲，就是黑暗指甲。你刚刚讲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等一下再拜一拜。这样子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要拜寿司。光疗指甲，各位。你们有创意的，有其他的光疗指甲来跟我推荐，我可以下次尝试。底下留言，拜拜。欸、各位记得一定要来做光疗指甲，真的非常 beautiful。谢谢。各位记得订阅加分享。恐怖哦！可以了啦，走啊！还吃好重。